行的就是第二项竞赛，叫做灌篮高手。灌篮高手，那肯定就是要投篮了，看衣服投得准。哎，那你们以前有没有投篮的经验啊？有，什么都有。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学过篮球班，结果砸到自己。我也去弱的，都是弱的。我也去，我也去。小时候学过打篮球，但是后来我又去改了足球部。我感觉你还是为什么？因为身高不够吗？哎，我们今天谁最高啊？哎，好像是我。他输了，现在我们这边有优势。我们绝对不会输的，要赛场上见真章，好不好？好，好，那我们来开始我们本次的竞赛吧！耶！高低框计时赛，每队成员将进行两分钟的计时赛，成员必须矮框高框交替得分，矮框得五分，高框得十分，扣篮得分翻倍，得分多的一方获胜。我感觉我们最高。放弃了，我们为什么要放弃啊？我们直接稳稳的投不扣篮了。对对对，不扣，但这个要扣啊。矮的就一直扣篮。那谁比较厉害？我是球类白痴，我不开玩笑，我是真的球类白痴。那你捡球吗？但我觉得我捡球还……那你就捡球那个最高的。对。真的？对。我负责高的那个，你们两个负责矮的那个。对。做一下热身运动。哎呀，站不稳了。点不用啊，手超过就可以。啊！小钱，小钱，你别跳了，你省体力。哇，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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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这个没跳。啊，快快快！就两边跑，你们就专攻。默默，加油！
问你。哎呀哎呀，他哪有这个高楼上面？你们现在是在教我吗？我们在头垂直下落，哎，你们在垂直下落。我真的觉得我们可能会赢，我赢了，我很厉害。啊！扣篮大赛，成员将模仿教练的动作完成扣篮，由三名教练为其动作打分，得分最高的球员一方获胜。谁手最大就谁出场。我站着，我站着，我是机器猫，我是机器猫，机器猫，机器猫，就是你的小钱，对你了，不要怂，我好怕投不进，不要怂，就是干，去吧。气狠，然后把他裤子穿下来。Yeah！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帅，耶！十分，十分，你这什么机长啊？快点飞天，快默默飞上去。啊！哇！
什么善良的力量看隔壁队。我突然间，这个人不会的，实力告诉你他不是这种人。默默告诉你，他不是来搞笑的。对。怎样？怎么突然间变那么准呢？不科学啊，这事情。默默的第二个职业，灌篮高手。只有我了，未来加油！球呢？没球。来，球！哎呦，哎呀，两个都归你了，还你了！不要抱在胸前。小乌，小乌龟，真的很乌。我突然觉得我好厉害哦！我太厉害了！看到没？我超很厉害！来吧！太好了！加油！我觉得哎，对，真的太猛了，像这一群猛人，就是像原始人一样，就是我们还是少女，对，其实我还很少女的，虽然加双马尾，但是我觉得真正的少女其实就加起来不用框双马尾来，知道吗？我要展示，我要把你推下去了，你好骄傲啊！那还是前辈，有些人，我们就今天也还是很好保存了我们的实力，就是真的，就是。真的，好像都没有赢过呢。嗯，别说了，我们太搞笑，真的不像少女。又输了，开心的一天哇！那么我们本次偶像的挑战之灌篮高手呢，给你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呢，还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看我们其他的八集，还有很多很多下集，都会在我们口袋风天城的 APP 和各大视频网站播出。然后也希望。帮我们的各位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还有微信来获取我们的最新消息。最后呢，我们在7月30号是我们13届 SM48偶像年度人气总决赛，希望到时候可以在现场看到大家，到时候见喽，拜拜。嗨，来吧，跳下去，我们今天要去街头卖艺。哎呀天哪，他过来了，晚饭没有着落了。这次是警察叔叔过来赶我，知道我被拒绝了多少次了吗？求晚饭钱。橘红色的月阳有一丝牵挂，任性在夜空的一点安安静静的牵挂，就连一通电话。